叽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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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一抽宫保鸡丁，辣椒花生炒鸡丁，在锅里。亲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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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手握星星鸡丁，每个鸡丁都像小弟弟。之前助理鸡丁们会嫩一些。让鸡入味，你需要多点抓眼。这是我的厨房，想怎样就怎样。举起满杯的意式，看我来好香。鸡鸡鸡你鸡你，让你笑开心，这样才是好爹地。让他吸哦，妈咪妈咪妈咪吸你，这个反应未免太真实，再吸下去就没办法做下饭的宫保鸡丁了。让我赶快把套带上，准备来做菜。先切个葱段，我们把葱白跟葱绿要分开切。耐煮的葱白拿来爆香，而耐凉的美智适合装饰。说什么？适合装饰的是葱绿。赶快把大蒜拍碎，准备切末啦！这种拍蟑螂的拍法，就是剥蒜皮最快的方式。是说徒手拍蟑螂不会喷汁吗？喂，赶快把蒜末搞定！平常多吃点蒜，能够杀菌还能壮阳，搭配上一点酒精，刚好可以乱性。喂，听到没有？这就是乱性后的结果。赶快把料备一备，处理鸡啦。鸡胸肉的部分，不管是什么料理，我都习惯先把它擦干。俗话说，鸡胸肉虽有厚薄之分，但没有贵贱之别。说什么？一定要记得把厚的部分对半剖开，然后这样子切条状，再切丁。尽量把每颗鸡丁控制在差不多的尺寸，这样炒起来外观跟口感才一致，不是失恋阵线联盟的那位。然后切完鸡丁后，还有个很重要的动作，让我们随着音乐的节奏，用刀背把肉剁一剁。滚子润滑，鸡丁细薄，咱豆油嘛伊少咸，泡米酒糖加盐，两脚就开始抓。啊，可以用刀手来敲过吧，抓个湿哒哒。要注意，演技的声音足好听。好听啊，敢那会啪啪。啊，你讲太白粉你着加，你甲我斗阵来软个鸡扒，软个鸡扒，加油，是为着卖条条。白走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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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走啊。喂，我回来要准备炒鸡了。腌完鸡马上开始煮，锅儿大火把鸡肉里面铺，腌过的鸡肉不怕粘黏，看过鸡煎恰恰鸡煎鸡煎，味叫我分手 OK， 鸡丁很美。注意油温，小火变花椒粒，注意油温，花椒油麻你嘴，你想麻你隔壁，我用花椒油炒鸡丁，有葱白葱白蒜末干辣椒别忘记，慢慢炒出香气，然后准备炒鸡丁，鸡回来回来，把个鸡摆遍就可以，这鸡蛋吃好油饭切切淀粉皮，我慢炒那鸡丁，我慢炒花生米。
齐国天下错误，小鼠的宫保鸡丁。就是这么简单，赶快来装盘，我们今天这道宫保鸡丁就可以来试吃。咸咸的，今天这个宫保鸡丁吃了就直接添丁，这样子宫保添丁。那谁敢吃啊？其实我很少做宫保鸡丁这道菜，可是今天我这个做法，大姐你吃好吃的吗？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个饭真好吃，好吃吗？好吃。鸡虽然是鸡胸肉，但它很入味，而且它很嫩，所以我稍微处理一下，就是切完了。我算吗？他不想回答。我知道，不要说谎。好。就是切完丁之后呢，我又把它稍微剁了一下，就是用刀背。一方面它会变嫩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它在抓腌的时候，它会比较容易入味。来吃一下这个东西。然后它这多了一股花椒的那种香气，因为我有另外把花椒先炼油炼出来，然后把那个用那个花椒油去炒这个宫保鸡丁这样子。而且它不会辣，因为我这是干辣椒，其实它是不会辣的，就有点甜甜辣辣的，对，但辣度很非常低，好好吃哦。而且这肉怎么那么嫩，你不讲我以为是鸡腿肉，然后讲讲搞住。还有一个地方你要注意的，鸡胸肉呢，它一块来，它有分厚薄的地方，就比较厚的地方你要稍微把它剥开掰开，然后再切，这样子可以尽量保持每一块鸡丁都差不多大小，你在抓腌在炒的时候吃起来那个整个口感才会比较有质量。没有吃很多块，我的饭已经快吃完了，单吃就是要下酒，所以我就说你在酒店喝的吗？不是，那是草店。我适合划拳啊。刚那个饭一样的跑进去又跑出来，好皮哦！原来真的是鼻子跟喉咙是通的。你知道我干妈以前在我小时候，以前我不是很流行吃那米苔木丁吗？夏天很热很着急要吃，然后呛到。后来他转过来就看到从鼻孔拉出一条米苔木。会逼我想要再添一碗饭，但是我不能再添了，不然这样就真的会添底。保暖之隐喻。自己在家里做宫保鸡丁机会比较多一点，这个吃下去整个运气就好起来了。我被乱动。如果你还想继续看笑鼠做菜，那就一定要追踪粉丝团抢先看，订阅小铃铛要打开，还有分享。